Hello， 大家好，我们又来到这家买药了。上次吃的那个没效果，然后让他再开一点，开其他的药，看看调一下。他上次也这样说嘛，如果没效果就再来开嘛，对吧？走。他帮我装好了没？等一下。这个医生头发那么黑。哇，明明，过来看一下，这边好多漂亮的，这花也漂亮，他种的这个花。哇，你看这里泡的什么？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里面是什么？嗯，琳琅。琳琅。什么意思？很通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还有这是什么？这里有花花的，你看呀，白白的。给你啊，等你来，直接来。嗯，你给等等。给你啊。给等等。给等等啊。嗯，有没有谁知道的？他说什么我听不懂。上次没。我听了我也不懂。你不会中文，不是不懂。这个是人参吧？这么大。嗯嗯。哎，你给我上路啊。哇，这原来的人参真大，看一下，好大哦。嗯。给你量。给你量啊。嗯，给你量。给这个是。哦，这个不是人参啊，琳琅他说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才是人参，他说。嗯。哦，这里呢。琳琅我在发青春的呢。哦，云云，你咳嗽，你跟他说吃这个好，这个是罗汉果。跟他讲嘞，你咳很三四个月了，要他给你顺便开一点吧。不是，是咳了三四个月哟。那你咳多久了？你以前也咳的。没有，地上也有啊，地上也有啊，这个也是人参吧？琳琅还是人参？试试呗。是什么？试。上次谢谢，先给他把我的病治好，已经找他了。为什么上次效果不太好还找他呢？因为他熟悉我的病情了，所以再找他治疗一下，再重新开一个药方。懂什么？我也懂这个，我也是医生嘞，罗汉果哎。有些像哥。真的。那我来拿个灯，拿个灯。我来灯，来我来嘛，给你挪一挪。啊。现在效果不好，叫他再给我开重新开调一副药方，再试试看。啊，你这人。现在又重新帮我配药，再配一次药，重新看看我的火气，各方面重新配一下，看效果怎么样。你这个药很厉害。嗯，那怎么办？还是的话，这个嘛还没好，可以去换菜。换哦，就是再吃一次没好就换一家是吧？嗯 ，OK。找啊，冰冰爸爸。哦，冰冰爸爸，对哦。哦，冰冰爸爸是这里很有名的啊。嗯。但是他呢很难预约上。嗯，对。要提前跟他说吧，先吃一次吧，把药方也记住，那个药方两次药方也记住。那个。这次还没好的话，他说叫我去找冰冰的爸爸。冰冰爸爸是专家，是中药领域的专家。好吧，先开这一次吧，开开这一次的药吧，看看是什么药啊，兄弟们，他马上拿过来了。刚刚我们回家回来了没？他饿死了。饿死了？那我们赶快回去，那我们在外面吃吧，叫他出来吧，还是怎么样？他刚说他喜欢吃烤肉，他想吃烤肉啊，那我们就带他去吃烤肉吧，韩国烤肉。他喜欢吃肉吗？哦，喜欢吃肉。那我们现在开完药，准备带云云和庄庄去吃韩国烤肉，看看大家，看看韩国烤肉是什么价格啊，好不好吃？带大家去看看，也没带他去吃过，好像烤肉。带你去吃。没带。嗯，带你去吃很多次了，一次没带他，对吧？带 他喜欢就你不带他吗？嗯，那带他吧，今天。他说你不好。好。他说没有他。
什么？说没有他，他是他上学啊，我们马上就去好去。对，是吗？但是我给他很多奖励啊，比你多啊，对吧？但是他不要接受，他要想去好去。哦。那以后都带他多去吃好吃吧，不是我不带他，你看他每天都晚上来就耐心了，中午又不来，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他中午都很少来呀，对吧？今天是唯一一天中午来的，我们去河内他也不他要看说批。好的好的，嗯，周末中午才来，好的，那行，还是最近好像要是不拍视频，嗯，拍视频也要拍，要给粉丝分享一下我们吃什么。好，我们是记录生活嘛，什么都要拍，懂吗？让大家看看我们在越南干什么。好了，那先这样吧，先配药配药，我们去吃好吃的。圆圆，还是我们给钱，等一下他配好我们再来拿，不然他等他配药要很久了，我们去吃饭吧。嗯，可以，你跟他说一下。来到这里他关门了，休息了，两点钟就打烊了，这么快。我们又来到新的一家，他们两个已经开始点了。壮壮，壮壮，哎，以后叫你壮壮吧，这么喜欢吃肉，马上要成壮壮了，可以吗？上来了，上菜了。那老板，那个熟了，你去啊。哪有熟？没熟。你先去。没熟。这个、无骨鸡爪，脆骨。你看，壮壮看着都流口水了。别流口水，马上就可以吃了。看，这个点太多了，吃不完了。吃不完，太多了。又来了两盘肉，一盘牛肉。壮壮，今天让你吃个够，好不好？让你吃到爽，让你吃到脸圆圆的。都吃完了，肯定吃完，有壮壮在。你喜欢啊？还嫌少？不少了，给你们看一下，还有在烤，一盘、两盘、三盘、四盘、五盘，做的很多的，你看一下，三四层。有壮壮在，我是一点都不怕。你看他一边吃，一边看着锅里的肉。壮壮，你再过三年一定很胖。现在一两年因为年轻不会胖。三年后再说。三年后再说啊。没有，年轻的时候要胖，现在吃多一点，长高一点。现在大二还可以长一下。明明一直在烤。明明一直在帮我们烤，自己没吃什么。壮壮一直在吃。然后呢？别生气啊，让你吃吧，没事。给你们看一下，你看，盘子都吃光光的了，一二三四五六，六盘肉，只剩一点点了。够吃吗，壮壮？啊？还要点？还要再点一盘吧，点一盘两盘，你要吃饱呀，再点吧。他们还吃没吃饱？再点一盘肉。又上了两盘，我们一共吃了九盘肉。哇！啊？再来九。再来九，
准备吃饭，吃完了只有一点点了，火都没有了。庄庄，知道没火你啊？加油！加油，吃完。没火了。嗯，那要把这里吃完啊，打包啊。给你家小狗吃。现在买单多少钱啊？云，63万200块钱不到，吃的九盘肉还是比较便宜的。哎，我们两个人就是对，庄庄要吃很多的，没关系嘛。好，现在准备去拿药回家。他们两个去买口罩回来了，你看一下。他们两个又去买奶茶了。他们跟着我，他们也开心，又是吃吃喝喝，钱赚得轻松。我跟着他们，我也开心，拍拍视频，粉丝们喜欢，我也能赚点钱。这样的团队是不是很幸福？你们觉得谁想加入啊？加入我们团队啊！去河内之后有新的美女哦，兄弟们！庄庄，哦，庄庄请喝奶茶。嗯。哦，厉害！他说你骗人，是你自己买的。现在来拿药了。这是我的药。多少钱？等了，你当天没？全部才秦北呀？为什么这么便宜？秦博藏秦北吧？博藏秦北？không，秦北你một tháng。Anh nhân năm thì à. 97.000 là một tháng. Biết rồi. Thôi tan rồi, tan rồi. Đơn không cần nhỉ. Đơn ạ. Đơn em gửi cho anh chưa hả? Tan rồi. À cái tan, đơn đơn tan. Đây anh kê lại. Tan rồi. Nếu 下次好的话，他知道配了什么药嘛，我们可以再吃嘛。你也知道，你不是有那个病毒吗？病毒什么？你不是有荨麻疹吗？要那个单，下次我要吃好了，你就可以拿那个来单来配。对，就这个单，好，回去，好的，我们到家了，回来了，庄庄又在问他姐姐要钱，每天都问人家要钱，你好意思啊？我们到家了。老板，你去煮药的药吧。煮药啊，啊，云云帮我煮，云云去帮我煮药吧。啊，谢谢你啊，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给大家拜拜了，拜拜。啊，最近想看抖音直播的，也可以去抖音越南小姐姐或者越南小姐姐们两个账号。直播。